早上感觉很安乐的，又出去一波去了。今天不知道又藏哪去了，看见没有？在这儿呢啊，啊，从那边下去的啊。他早晨的时候会就是要 explore， 看见没有？下去了，看见没有？小白，早上吃完饭以后，他愿意出去。